新一期居屋近年12月起緊樓，咁至今過半月啦，啱啱先售出過半單位，較上兩期居屋慢，甩底嘅比率亦都超過30%。點解有咁多人放棄機會呢？郭永恩了解過。呢一期居屋六個屋苑4871個單位，係居屋復售以嚟最多，亦都係2014年以嚟最多人申請嘅一期，收到30幾萬份申請。難得抽中，有人唔係首選都照買。何文田都冇咗嘛，咁揀翻市區樓咯，都想即係轉翻出去居屋，咁將來都係屬於自己嘅資產嚟嘅。佢就睇完決定放棄。大部分嘅單位都係一房咯，我哋本身都係住緊呢啲咁細嘅單位，咁我冇需要咁樣將間公屋拎翻出嚟。近期六個屋苑都喺市區，以市價5-9折出售。除了最受歡迎的何文田冠德苑揀樓之後不夠一個月就賣曬，長沙灣海德苑賣到90%之外，另外4個屋苑過了個半月賣出不夠一半。葵涌上文苑銷情最差，只是賣到1/4。整體來說，今期居屋計埋重售單位，暫時賣出2700多個單位，啱啱過半。睇翻上兩期居屋，計埋比較偏遠嘅東涌同梅窩屋苑，以同一時段計，都分別賣到70%和80%以上。賣得慢咗，除咗因為房委會因應社會事件延遲揀樓，初期每日邀請少咗人嚟揀，甩底嘅亦都唔少，有超過30%。喺居屋開始揀樓之後一個月嘅5個揀樓日，房委會一共邀請咗770個申請人嚟揀樓，最終有179人冇嚟到，嚟咗嘅都有85人揀唔到樓。最主要大家其實都會考慮到未來一段時間樓價嗰個睇法，未來幾年會唔會咧個樓價可能會進一步調整？咁如果調整咗之後咧，咁亦都表示喺今天嚟講可能係會買貴咗。不過黃遠輝話：咁多人申請，相信過多個幾兩個月都會賣曬所有單位。有線電視記者郭榮欣報導。一手掌握有線新聞。